迈瑞医疗今日披露招股意向书，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 1.216 亿股新股，募资资金投向光明生产基地扩建、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运营资金等七个项目，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57.5 亿元，预计发行日期9月27日。若迈瑞医疗最终能足额募集，则即将超过明德时代的 54.6 亿元，刷新创业板单笔 IPO 规模记录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06年迈瑞医疗在纽交所上市。2016年迈瑞医疗以33亿美元完成了私有化退市。截至2017年末，公司总资产为 144.38 亿元，营业收入为 111.74 亿元，净利润为 26.01 亿元。2018年上半年，公司营业收入为68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8.7 亿元。对标 A 股其他医疗器械公司，迈瑞医疗上述指标遥遥领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